这首歌很可爱，也是为了小五哥特别写的，叫做 Go，G-O 的 Go， 不是够了的 Go。跳舞这件事情，马上立刻感受啊！走的那个 pose 啊，来来，大家来，刚刚那个 pose 是什么？对，最后 ending 的 pose， 好，那就必须说，黄佩嘉虽然今天穿那么复古啊，她的舞步其实很时髦的啊，刚刚那个位置做的真好，好，来正中间看一下哦，好，来左手边。好，右手边下方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刚刚有几个那个舞步动作，我觉得好可爱，是我觉得可以让那个谢祖，可能刚刚是被我的 OS 影响啊。你刚刚有一个，那必须说这个很适合放到一些给长者练习的一些公共场合。你刚刚那个这个好会，你有没有自己试一次？好会，哎，你刚刚没有那么轻，你一个人往前站一下，你来试一试来，五六七八，好会好会好会，啊，这边太会了，来邱浩请你加入，你让他看看什么叫专业的舞者，来五六七八，啊这边啊那边啊这样好，好棒啊，邱浩其实是你知道保留 ，OK 来再接你来，三位一起来，真的最帅的来。你们让长辈站中间，长辈站中间。好，来五六七八，啊，右边啊，左边。哎，谢祖，你看前面好不好？因为有在拍你，你一直看 Tedy， 而且你在看 Tedy 的下半身干嘛？好，来再五六七八，啊，右边啊，左边，掌声鼓励，太可爱了啊！好，黄佩嘉自己的位置，其实刚刚都没有看到你位置，好吧，来中间，好。好了，你干嘛一直尖叫啊？要不是被抓到什么东西？五六七八，哎呦喂呀，好厉害哟！只是你位置还故意屁股扭两下哈。想帮他连一下前面。好棒！对，我们这一部戏就是要连来连去的啊。好的，我们在8月8号的这个晚上9点，在 Triple TV 也在 Light TV 同步跟大家分享。那八月好，我们要请爸爸请上座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对，爸爸不是你，还是我吗？对不对？还是我好，我们。孩子们往前，一人负责爸爸一个部位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在父亲节的这一天好好的孝顺爸爸一下。来，妈妈，我觉得让那个兰姐妈妈的角色啊，我们来指挥一下孩子。那个 Tedy 到另外一个 Tedy， 虽然你是 special， 但是不用做这么 special 的动作，好不好？吓死我了！往爸爸正中间冲，好好，可以，不好意思，好来，我们现在一人一只手，好不好？大家在爸爸的肩、爸爸的腰、爸爸的腿。那个 Tedy， 你中文名字叫什么？向西，对，摸着爸爸的膝就很像着他的膝盖头就好，不要像爸爸的别的地方。好，来看前面，好，来，向西不是想西哦，好，哈只有老派的人才懂我的笑话。好，来正中间看一次，好，不要跟 Tedy 聊天了，好，来左下方看一次，好，来右手边再帮我们看一下啊。好，来，我们帮爸爸按摩一下哦。来，那个雨熙跟佩嘉也帮爸爸捶个背。好 ，Tedy 帮爸爸按一下他的足三里的部分。好啊，你还知道足三里，很好。那个好奇帮爸爸敲一下他的膝反射的地方，因为爸爸最近腿不太好。你怎么都没有感觉？好，来中间再看一下，看前面了。好，来。
左边下方，再看一下哦。好，兰姐，对，好，大家不要没礼貌啊、哦。兰姐不是就这么高而已，她是一直都只有这么高。对，不是，好好好，来右手边下方，谢谢。好，左边，好，来我们把那个播出的板子也给他们，好不好哦？谢谢，对，谢谢，让小五哥手有点事情可以做啊、哦。好了，再看正前方再一次哦，谢谢。再次跟大家分享，八月八号开始，每周二到周五晚间九点，秋口 TV 跟 LINE TV 同步首播。